我还没讲完呢，我神灯你知道吗？有一对夫妻捡到一个神灯，就搓一搓，跑出一个精灵。嗯，一个人给你们一个愿望，男生说我要变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变聪明。他说好哦，他说给我个聪明丸，我就男生变聪明。女生说哦，那我太矮了，我要长高丸。结果那女生就变成男生了，很烂嘞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嗨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小师不是叫我们要整理啊，我们就找不到灯嘛。啊，真的找不到。找不到啊，啊不然要从经历嘛，只要慢慢陆陆续续要做嘛，所以大电搞不坏。真磨干嘛？我蛮怎样？效果应该不是很大，而且最少有处理应该有差吧。嗯，等一下就把它包一包，磨一磨。因为我已经在包了，包到一半才说，哎、欸，我要拍。好，他、啊、为什么要包？他没给你包的边啊，就跟我差。可能要包吧，哎啦，等一下好了，你不包磨到差拢无去，要变高低差呢，弯强，哇，多少钱要修包诶？你是怕它会有高低差，到时候烤漆还会更麻烦？等一下这个变本来是这样，那变成这样啊、哦，会不会？对啊，我们就包一下，它勉强去磨掉。那不爱发明啊，那弄面用啊，那弄马面包夹出来的话，可是你看哦、喔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你嘛，他、啊、今天什么东东的嘛，炸鸡卡。啊！我要这样看啊！有没有？哎呦，怎么有奶？对啊，那这个可以磨吗？比较不好磨啊，来个这里要散了、啊。好了，那开始来磨。你要怎么磨？一样啊，从最粗的磨到最细的啊。你磨到越细啊，你外面的细痕就越少啊。那有人说用牙膏那个有用吗？牙膏哦，我觉得有啊，可是那个跟打蜡差不多意思，撑不了多久。这表面黄的变好一点而已，可是时间一久又来，效果没有办法很长了。大概磨一下好。好，我去，我拿工具了。好，那这已经开始龟裂了。就这一根比较麻烦啊，你看要反这一根，是吧？但是我要重生的吧，现在没有帮人家磨了，没有时间可以帮人家磨了。那老客户呢？老客户的话应该还可以啦，因为他会回来保养的时候，就车放走就会有时间帮他弄了。我还听过他说啊，你们没有帮人家做外车了，那、啊、我跟你买一台，那这样就不算外车了。可是我还有一台车要用啊，我听他说那不用了，你去花钱去弄一弄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你还开车去，他赚这钱了。我听起来是很感动啦，可是不必要花那么多钱嘛，花了一个200,000再来修一个哦，等下2,000块的东西，对吧、啊？类似这样。哎、啊，你这样就算好了。如果你要再好，可能磨到要很深呐、啊，那可能就裂痕。已经蛮那个细滑，细滑。没有看，它变回卡最该 U 啊。有一点哦、喔。U 啊。我是磨崩过，才变回。我你问一下30岁啊，40岁来啊，你问我。他说好。很久哎。是啊，怎么坏掉？就旧哎。怎么坏掉？坏掉啊！没修啊，我只有用啊呢。哈、啊，一直搓，一直搓，一直搓，搓到皱出来。拍呀、啊！小亮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你喜欢啥？我们有叶配，有叶配，有叶配。靠腰，你让他提走，我等下拍在欢乐。我没给你啊，拍起来。我刚厂商跟我讲，我才想到。哦，是哦、喔，什么东西？这个，这个你看。啊，灯壳还原剂，恐龙的嘞。对啊，你知道恐龙是啥哦？恐龙我知啊。你知道是啥？那个电蚊香啊。还有一些附属产品还蛮多的，我要 Google 一下。中心化学工业，但是我真正无啥了解，但是我这两集我都捌听过呀。这磨过再喷会有用吗？一共适合各车辆的灯壳表面，镀铬四条拢买晒嘞。是哦，镀铬诶铝圈买晒，能不去看？我先切起来给他看。啊，去看啊，对吧？诶，阿姐没哪用，喷去，使用前就摇一摇，摇一摇。习惯性的是从旁边再喷一下，看它的宽度。这喷了的话，我慢慢喷过。你是安尼讲的啊？我唔知道。啊，去掉吗？要啊，要擦、啊。我、哦、要擦啊、哦。去上面掉。UV 吗？有啊，就喷嘞。他叫我戴口罩，我就闻到了。啊，的话，要擦、啊。他好像是如果有机器，最建议打磨。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一次都要做一颗就好了？嗯，你还可以比较。哎呦。有用呢，比刚好好蛮多的。哎呦，搞得不赖哦。哇，啊、你觉得好用吗？蛮简单的、啊，蛮简单的，喷上去擦起来而已。
啊，你说为什么不用机器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不一定有机器啊。哦，大家布应该很简单拿到嘛，所以我们要用就是要大家可以用得到这样。啊，这个布要干的还是干的？啊，要用干的哦。嗯。哦。啊，不是跟他讲的。你干嘛破梗？用干的，用干的，好，剪掉，剪掉，用干的，用干的，用干布啦。跟边啊看，真正有差嘞。唔知道在动画故事。无咱无安尼好啊啦，咱卖无啊，直接喷，看有差无？咱这边我无无啊，很奇怪嘛。我就只有擦干净这样而已。我觉得没有磨应该效果不大吧。啊，干嘛就很用力吗？不用啊，就出来了，就擦掉而已啊。是心理作用吗？好像比较亮。有嘞，真的有啊，有比较亮哦。有啦，有差啦。好啦，眼见为。感觉有啦。有啦，有啦。有啦，有啦。比较轻一点点。差不多镀铬四条可以用。不管怎样，你用过的就波比。哎，很滑哎、欸。啊，这边就搓搓搓搓。哇，真假？你有敢这样搓哎？真的。看这边。哦，麦有那声音，哦，我有那个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等一下我录一下，你的声音哈，你我，哎呦，阿佳，佳某现在对吧？哦，不错哦。其实啊，你只有简单的话，这样喷上去磨啊，还是有效果。对啊，为什么说要磨过比较好？磨过最少把表面的脏东西都可以把它磨掉。好，你可以直接用最细的。磨上去擦干之后直接泼喷上去就好了，就效果会比较好啊。这个东西就是拿来保养的啦，假设你的车都很正常，它喷上去就有一个保护层在上面。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？哈，这位仁兄运气真好。这虾皮就有在卖的，嗯，它虾皮有一个折扣码，折扣码菜单会找在底下啊。这个也有在那个露天跟 PC 用，他们在买的时候啊，就直接会送一条布，买一罐送一条布，对，买一罐。啊，这个布好用吗？应该感觉这摸起来不错的，哎，而且毛恐龙哎，这也是恐龙的啦，啊，恐龙的，应该不错啦。买一瓶送一瓶，送一条，对啊，那买十瓶就送十条，啊，对啊，哎，你到底是要买布还是怕？可是重点来了，很香的，我到现在还闻到很香的味道，喜欢的，哦，就赶快去买啦，嗯，对啊，啊，一样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我才有更多人家炒业配，嗯，不然就没有了，嗯，对啊，不然我你看我都知道搞我自己的车，搞自己的，差点喷红的这样而已，对啊，人家是喷的嘛，你不是养的，啊，那也要喷啊，欸，有人说要请你帮他养，哦，小三，啊，我会帮他养到大肚子灰 ，OK OK OK， 对啊，啊，买一送一，哦，到，哦，大家好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哇，那就睡了吧，啊，没有啊，不错啊，不错哦。干嘛？我大灯啊！哇，兄弟好水哦！我大灯买好啊，你过来看。啊！你唔敢再讲诶！早说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现在木啊，天拢暗嘛。也无问啊。我是讲，咱怎搞买无啊？买无货。虽然咱车买了贵贵啊，但是咱整理也是不含糊诶。啊，七年嘛，真正有这三机诶，啊，有这三机要怎？补土啊，哈哈哈哈哈，补土啊，漏电啊，我来讲啦，你是咧用啥？你抹抹的，然后呢？完了，用一盆哦。所以它这是怎样？就是把它磨，要磨嘛，还是直接喷就好了？这边要直接喷，这我就按着直接喷，安尼啊抹过安尼，我当然用喷的就好啊。看那，你家己看，你自己站远一点看，这抹起来雾雾啊，啊你抹起来刚好胖，抹啊抹完直接喷起来。啊，那就代表不用磨嘛，不用磨也可以啊。爱涂蛮多次的。哦，你讲爱你慢慢啊胖安尼就对了。啊，较侪解。对啊，还蛮香的。你即马闻到迄个是伊味道。欸，真的呢。对啊。还有刚才拉安尼吼。对啊。欸，安尼简单啊，其实安尼较紧吼。还不错，一些金属弄在用诶，镀铬四条。哦。弄在用。还要找一个发白的镀铬四条来甲喷看嘛。欸，免找啊。免找。我只有一台。叫起来哦！哎，好听话呢哦！哎呀，哇，布啊，织不起来吧？织不起来，有啊！你看这个布擦不起来，欸，真的，很狂妄的。你这钱安尼多啊？你不喷在布上哦，算了。我去啊，不然，那有实验的精神。然后，然后，你的布太脏了啦，拿他送的布来擦。好好好。哎，好了。哦，马上起来呢。这边的
有没有假公济私？哎、欸，这按到这波啊，一上个啊，买这罐我上波啊，啊，这罐唔知卖2000块，这波贵吗？我们要趁钱。哎、欸，真的呢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跟这边，嗯，这边还一点一点的，这边就没有了。好啊，柜台下东谢谢你啊，好不？高丽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好了，你商品要好好试啊。有啊，你试啊。啊，试看好用无？柜台下七柜才知影讲有好用无啊？好不好？哎呦，你的太差哦！哎，都天黑，10点多了呢。我倒了，哎，用我好啊。你要差多久？头家交代，咱无做好唔敢。是哦。上班打卡制，下班责任制，没有做好我们就不敢下班。你看几点嘛？你看，你弄下嘛？你看，好了好了，收工了收工了。我这包就会用嘞。哇、哦、哎、欸欸、啊，这马赛奇的。哇哦，赞。发亮赞。好。